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阳。我们刚刚健完身，然后我们的摩托车架已经到了，然后接了通知，然后我们把它寄到我们那个要买摩托车的店里面去。所以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，看明天能不能把它装上，好吧？我游泳半个小时，啊，我游泳了半个小时。我健身了一个小时，然后休息了一个小时。把它蒸了。这个架子好重啊，这么大，是橙色的。橙色的，明天再过来装。里面还有一个架子，到里面去看一下。这么长啊？这么长。如果我觉得这个还没人填的，如果我活的话，可能今天要拿去踏板。这是踏板吗？拿出来看一下。比你都高啊。我们的架子已经到了，车架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在这边买的摩托车，然后刚好这边买完了，然后就在这边装上。我担心天黑了，我不装，明天早上过来装，给他看一下，架子好重好重，真的好重啊！油费又要增加了。对啊。很重很重啊，我走，100多斤以上，真的。杨丽，你试杨丽。我都没他重，我才不试呢。对，杨丽都没有他重。我最近在，而且我最近瘦了，我在减肥。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们早吧吧，明天开装，明天。我饿，去吃饭吧，最近饿得都不行了。可以，我们早，明天早上过来装。嗯，好，行，走。嗯，好，行，走。明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装这个架子的过程，它好实不实用，合不合适，然后给大家看一看，好吧？走，拜拜。那我们架子先放在这边，我们先吃饭吧，杨丽，走吧。吃什么？我饿了，刚才健身回来很饿，饭没吃。我也是，我游了半个小时泳啊。对，我们先看一下架子行不行，然后明天过来装。吃鱼吧。走。我可以吃鱼。还是去我们现在那边吃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可以。走。嗯。我们买来也是30块钱一斤。他那边我们试一下，没有贵啊，那边多大一只？你说卖？你要这个都一斤多了，要这个我可以炒出40，这个是吧？啊，这条但是最少都有40。这刚烤出来的是吧？因为我旁边我吃过，经常吃，我知道。啊，就这条呗，刚刚拿出来，这现在就大吃了，还冒着热气呢。就这条吧。
就拿大条了，小的。鱼上来了。然后这是两份酱，哎，这个白白的是什么酱？这个左边这个是，这红红的是柠檬辣椒酱，然后右边是什么？是干的，应该是干的辣椒酱吧，但是没有辣椒啊。嗯、哎，真的是刚开的，还冒热哎。听说这个很好吃。哦，嗯，说，对呀、啊，你今天喝酒吗？这个应该没有油的吧？是烤的，表面上刷了一层油吧？因为我最近在减肥，我已经从104斤减到100斤了。我准备瘦到98斤，所以我只能吃这种蛋白质，鱼肉啊、鸡肉啊、牛肉啊、油炸的我都不吃。这个应该也不占的，占一点点、嗯，还不错。然后我就吃一点点就够了，晚上要少吃。你吃吧，唐阳。